我从另一边这一间接班，当时我接班，然后唱歌确实很厉害。你是不是在黄河上生活的鬼子？啊，我也是吃黄河水长大的。你说为啥把黄河叫母亲？啊？为啥黄河叫母亲？样子咋的？叫母亲。为了住住那儿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家乡的小故事。哎，这个饺子给你再炒点什么听？还有三个鬼，感觉太美了。那么真的搞个啥？我们来是入洞似的，不是侧洞似的。有呢？那魏老师在家吗？60多年了。60年了。那你到外面的城市住过吗？这老了。第一次他跟我说，说哥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唱歌的时候不结巴，说话的时候结巴吗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太喜欢唱歌了。哥哥在上请学，你未来领出了之前的人人都吃卷中睡意你一定是来想一想。我一定要走到这个贫穷的地方，但是我不能忘记那个贫穷的地方。张嘎松，你会火的。他在不同的城市成长，不同的舞台成长。干什么女人都有。好了，别那么摔了，傻逼。啊，我塞了你傻逼了。你听妈，你听这个，你听这个大海的声音，你听啊，你听着了吗？每天是不同的心情，不停地反复的唱这首歌，也朝各种你的家乡越觉得越远。我就是下水道，我就是垃圾。我来之后，我现在不喜欢你那种模样。这首歌，尤其是在外面唱的时候，你离家很远了，然后你在外面唱的时候，哎呀。越离民歌越来越远了，我感觉我要迷失在这个城市里面了。未来是咋去个样，我现在不好想就知道。我一直上我都问了他，妈，现在不会，我是外头怎么回来呢？